全部的人坐在花园，然后那个太阳就这样直接晒，汗都是这样滴，化的妆全部都融掉，融完就算了，他们随时还会有沙尘暴，吃一吃一吃一吃，哎，沙尘暴来了，这么突然，赶快走，吃完那个整个脸全部都是沙子，对你都在吃沙子，鼻翼全部变沙，全部变黑色的，为什么？就是热带国家真的很容易晒黑、晒伤、晒老，这个没有办法。还有就是去到那边就是。一直想上厕所，天气冷的时候想上厕所，可是，上次我去过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天气冷的时候就会让你想上厕所，你汗排不掉什么？这个我没有说，可能要去解决。没有没有，天气热的时候，身体的水分可以从汗排出来，是吗？没有没有，天气很快，没有天气热的时候可以从汗排出来，对对对，你的尿会从汗排出来，大便怎么排出来的吗？大便也是有时候从前尿尿没屎啊，淹屎。哎，没有，身体的代谢还是会比较好，代谢就把它代谢掉啊。哎，天气热的地方代谢还是会比较好，对，冬天的地方真的还是要一直跑厕所。没有啦，这就是，然后而且俄罗斯就是厕所太少。哎呦，我根本不需要啊！这么多厕所，我就在家里上厕所。不是因为他们在外面尿尿呢，会结冰。真的，我们看过网路，因为我们本身没有到过那边，就是直接那个水在泼在办公桌，你变成冰。有，真的。对，有看。你要是尿尿跳起来，男生尿尿跳起来，就啪卡在办公桌。我好有画面哦。撑杆跳。撑杆跳。跳跳。是不是啊？对，那个地方是在北部嘛，就是最北部的，它是世界上最冷的一个地方。它那边是天气负80度，会到80度。那个什么摩斯科、圣彼得堡那些一般住的地方都不会这样啊，不会到那么冷，不会到那么冷。哎，有一个地方是真的不太一样，像以前住加拿大的时候是，哎，每一户家人，就因为我们看到的时候都会觉得很浪漫，有什么东西，有那个火炉，壁炉。对啊，有些还是烧柴的，有没有？哇，那个很浪漫。可是这个圣诞老公公会从下面跑下来，感觉家里的感觉，很温暖的感觉。我们真的大部分的房子会有这个，所以我来台湾之后呢，我找房子我是一直找那个火炉，发现台湾并没有这件事情啊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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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除非我们有，但是就除非你是从医院出来，或者是从监狱出来。那个是要不一样的，没有那个要跨过去，办一个这个仪式，拿一个跨过，跨过去，加加迪卡米，对啊，现在脚举得起来哈，可以，哎呦不错，哎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好，我们接下来看一下，哎呦，韩代国家，韩代国家说什么？什么事情受不了？微笑犹要他们的命，对啊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去到欧洲的时候就发现超冷漠。对，你知道有一次我去到俄罗斯，我要搭计程车，我一开始还嬉皮笑脸，因为很开心啊，去旅游，然后就一直这样搭计程车，搭计程车，没有人要理我哎。因为我们都是用 A P P 叫车啊。没有。真的、啊？可能是你，真的？对，真的，我到俄罗斯都从来不会这样子拦车，我都是用那个 A P P 叫车。瑞典也没办法哦，你没办法在路边叫车，对啊，没有这种没有，所以是用说方式啊。足球是不是太落后了？先不要讲说现在。比如讲十年前，我是37岁啊，我十年前也是啊，我刚好读大学的时候是十年前的事啊。真的，十年前国家这么先进，你们的 A P P 都是俄文，我看不懂啊。那就不要来啊，打电话。后来我成功拦车了，我是怎么拦的？对，怎么拦？他就是面带杀气这样。哦，对，他就真的就停下来了，真的是。我跟你讲，他会不会是因为他太热情，反而吓到他们家？人家有点真的。你在机场什么？你去问那种服务柜台，你如果嬉皮笑脸去问他，他都不太理你，他觉得你是神经病。对，你要你吊儿郎当，你笑太开。对，你要很严肃、很认真，有点杀气的跟他问他说厕所在哪里啊？他才会在那边这样。哎，可是我之前去马来西亚玩的时候，我觉得当然热带国家人很热情，但有时候真的热情过。过头会吓到人家。有一次我是去马来西亚的一个小岛玩，然后呢中间有几天呢我们会去本岛上面去逛买东西啊，逛一逛这样子。然后那时候是跟那个时候男朋友去，我们是走在路上牵着手哦、喔。然后呢，我那个走短短100公尺的路程，然后只要经过我身旁的男生，不论他是一个人还是牵着女朋友状态，我都被意淫。
哈，我懂，我懂，我有这样过，他就用眼神猥亵你。为什么？是他要看着你最美啊，他怎么看着你，然后让你觉得不太舒服，是吗？对，他看哦，除了是这样子盯着之外，然后因为他会走路经过你嘛，然后经过的时候他就这样子，他的头还会转，头还是看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要讲我要讲，这不是牵着女朋友，这不是马来西亚的问题，你如果去新加坡也一样，一样，他们会一样。为什么要拖别人？去新加坡会以为为什么？为什么他会这样看？印度也是哦，看很久说，哎，为什么这个人长得很像罗志祥？我在哪里？你给我过来！很像罗志祥，所以才会看很多女版的罗志祥。对啊，对啊，那个意淫让女生不舒服的眼神大概是怎么样的？立冬，你来看看一下你的现在就是啊，现在就是看着雨山，看着雨山，看雨山，哎呦，变态哦！你干嘛这样变态哦？你还没看他就觉得恶了吧？哎呦，怎么哎讲都不用演的就很像，你根本不用做效果啊！来纳豆，来预备备，起 and action， 可怕哦！可怕，很变态哦，他比我变态，报警！变态！哎呀，他男的他都要啊，真的是变态！哎 ，Ken 哥，换 Ken 哥，换 Ken 哥，你来一次，来来来。什么意思？怎么觉得这样没有效？这样没有，这样没有。你再张立东一点。哎呦，你这太深情了吧？对啊，有点深情，动真爱是不是？太认真，对，太认真，太认真。猥琐，猥琐。张立东教一下。哦，嘴巴不用，这个太变态了，好多哦。天哪！你剔牙是不是？你是自己上失调是吗？他们的脸部抽筋，你后面该有点像要送医了。要送医了？哎，奇怪，大概所以是静文，大概会怎么看？看到雨山？哎，哎呦，哎会笑会笑，哎他会，都结了婚的人了，嘴巴为什么这样不大不起的？漂亮大变态，这节目够变态，这样够糗。为什么要舔嘴巴？是这样，舌头是，就是长相制造，就是长相，你看他长得会不像，他很像，是吗？怎么可以去演戏？很猥琐。那我们哎，所以你看我们的表情什么，就是非常非常丰富的。对，来马丁试试看 ，and action。也蛮变态的，哎，好可怕，好像要把人家杀掉，对啊，他这是连杀人魔才都要，对啊，你看更可怕，所以在看人的时候，你不要以为说人，你只是看，你没有讲话。其实还是会给大家很多强烈的感受，我们还是感受得到。对，谢谢大家放过我。对对对对对，谢。眼神收起来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是要讲，没有啦。但是立冬，我们已经表演完了，你为什么眼神还那么变态？不要再表演完了，不要再弄变态。观众，有一段很变态。这样聊吧，我要讲事情了。你要讲事情？对啦对啦，你把你的变态眼神收回来好不好？好，讲认真的，认真的。因为我觉得热情是好的，但有一些热带国家他们是热情过头。像我之前去泰国，泰国不是街上很多那个嘟嘟车吗？会去跟他嘟嘟嘟嘟嘟那个嘟嘟车嘛。然后假设因为我这边没有来车，我这边没有嘟嘟车，我在对向他有嘟嘟车，然后我就想说跟他挥手，然后我想说他应该会看到，结果他就没看到嘛。刚好我这边就来了一台车，然后我上了这台嘟嘟车的时候，我就发现在行进的过程中后面很吵，我就转头看。就是我刚本来要拦的那一台，哎，然后因为他好像就是他为了我掉头了，然后结果我上了那台车了，然后他在那边他不开心，他不开心，他就喵喵刚刚刚刚刚刚一直骂我，整车从那边开到结束，不是因为我眼神有意淫，我没有意淫他，你的问题啊，你怎么可以拦？不是，可是因为他在对向，他没有看到我没有看到他有掉头啊。那我就马上坐这一台啊，对不对？那我就 OK 嘛。他没有那个，就是故意不坐他的。我没有故意不坐，是因为我以为他不在。你没有跟他眼神对。还有埋，然后就一直埋到饭店。没有没有。埋的泰文是说变态的意思吗？没有，不在骂变态还是什么？不，对，不能这样。埋，不能这样，不能这样。但也有可能就是他只是觉得你变态而已。就骂你说眼神不能这样，埋，因为在台湾就不会。这样嘛，台湾就比较不会啊，对啊，对对对，好，再看看，继续看一下啊，热带国家，什么事情受不了了？
没效率到了极点啊！啊，超没效率，怎么可能？会吗？不会吧？是真的，我这热带国家，他们做事都很随便、很慢。就像泰国，我觉得最严重的是，他们真的是做什么事情都很随便、很啰嗦。因为工作的事情、工作的关系，我一直要跟泰国的公司合作。啊，都是烦死我了，因为他们真的是，如果转一个 line 给他，他等三天才会回我，做事的效率很低，然后就真的很随便的感觉。小国就是嘛，但你就没有力气啊，你都什么都不想做，你整个要躺着，一直都睡觉啊。对，我之前去泰国也是啊，去一些餐厅啊什么，然后就进去啊，哎，坐下来啊，哎，想要点餐哦什么，对，到底在哪里啊，都不来啊，睡觉。对，就是去看那个，他们就根本就是坐在那边一直都睡觉啦，然后叫他们起来，然后什么慢慢的来，然后啊菜单菜单，慢慢的丢啊，然后走掉又回去在那边要休息了。嘿，你看佩德罗也一直都是说西班牙那种要一直睡午觉啊，都太懒惰啊，什么事情都不要做啊，天气太舒服了嘛，对，是舒服吧？想要比较。可是我去美国的时候，我都觉得美国人效率也很慢呐。对，对，看是哪一个行业啦，有些地方的话，你是去做了什么事情？我之前是出去玩，但不就是不小心就是发生车祸，然后但车祸你要赔偿你租来的车子，他会 charge 你原本的信用卡的费用这样。但如果在台湾的话，你可能几天保险公司就处理完了。对对对。但是我已经回来台湾三年喽，到现在都还没有 charge 我的费用，太久了。那大家说看这个，在你们的这个国家的气候之下，造就了什么东西是对方没有的？没有。寒带国家跟热带国家，来，我跟你说这个，我就觉得我们瑞典，我们北欧真的是说话言之有力，简洁有力。哎，因为说真的，就是我们就是讲话就是要有重点嘛，而且因为那么冷嘛，你就不要讲太多话啦，就是少讲一些。你知道我们瑞典北部 yes 怎么说吗？怎么说？就是 yes 啊，不然呀。对，都是气音吧？对，你就是吸气。你要吃饭吗？饿了吗？哎，要回家吗？就是就这样，吸气不会更累吗？没有啊，因为反而更复杂吧。哎，你说你去过北京，瑞典的北京堡是不是？对，瑞典说话也他们好多气音哦，就是很多讲话的音节都是。没事，这样，所以他们都是 beatbox 高手，是一个 beatbox 国家。这样啊？对，因为我有瑞典同学啊，他有点，他上课在做报告的时候，你在乱演。哎，真的是这样。我有瑞典，就是北欧来的同学，他上课在做那种报告，就 presentation 嘛。他站在那个讲台前面，他的报告就是。哎，就是这样吗？北欧吗？完全听不懂，对啊。真的吗？来，安信来试一试北欧讲话的方式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就是要少花一些力气在这个上面。而且难过的时候，你们怎么表达？就这也，我会这样的。没有，我是这样的。这冷到安心啊，来一次，难过，难过，难过。都是气音，开心。哎。所以都是用这种气音来。哎，我家的狗好像也差不多是这个状态。对，腹部会很有力耶，这样子。所以就是小话的，而且讲重点，而且不要一直找一些陌生人跟你聊天。你看热带国家太热情，真的会把我们吓死了。因为不管什么人，你认不认识，都一直都要跟你聊天。对，的确，小玉，你觉得自己觉得呢？大家应该要知道。一直做，一直做，生产报国。对，但是在热带国家，热带国家怎么样？就是不累就不停，不累就不停哦。跟你不累就不累就不停，不累不累不累，不累就不喊停，再来再来，不要停不要停，不累就一直不累，不累不累，不累就不喊停，真的。所以我们可以各个地方都可以做爱爱。我们泰国一句话说，不，爱情不是在床上，就是尝试一下阳台的风景。哦，所以
你们会不会，如果你们在那个寒冷国家，不可能你们会是变成冰棒，这阳台危险，是不是？但我跟你说，那个你看在俄罗斯，那个要是两人结合在冰的，哇，拔不开了，真的没有人住的。周一至周五晚间9点，中间综合台，同学来了。